三大块儿。没有海盐，随便来点盐，多来几圈黑胡椒，给它按个摩，做个马杀鸡。锅里吃点油，撒点迷迭香。小伙伴要是不喜欢的话，可以不用放。锡纸把它包上。15分钟，冷面开水下锅，汤汁搞里头，用手一掐，感觉的可以就行了。放入准备好的凉白开，过个水。这我前天炸的，老香了。再来一勺，放点小香菜，做点大鲜亮，玩高雅的，嘿嘿。行行的，哈喽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爱吃爱喝爱对付大人，花了138块几呀、忘了，整了3块大牛排，玩把羊的，小伙伴这个老嫩了，这个红的不是血，是肌红蛋白还是血红蛋白呀？整不清楚，但是挺嫩的，它完完全全是熟了。现成的那个黑椒汁挺香的，就是齁齁辣，哎，这么吃才对劲儿嘛。好嫩，130吧，45一块呗。老说我数学不好，这不张嘴就来吗？哎呀妈，什么神仙的味道，这大悠悠，我玩羊的那烤蒜没有大柿子了，大柿子烤大柿子，这样子烤一把柿子，够难吃坏了，真的，蒜吧唧的，蒜烤上真香。就像那黑蒜似的，黑蒜就老香了，软软糯糯的，有点微甜，蒜香。黑椒汁儿，没有黑椒汁儿哪来灵魂？大骨头比我脸大多了，老厚了，有那么一点点嚼劲。这玩意儿就是多来点这个黑椒汁，
去买的，不好意思。必须得把面条泡敷了呢。嗯，啊，好辣！我炸辣椒油杠杠的。这个还是上次我在那个延吉回来的时候烧的，几块钱一袋，在那批发的，好像是10块钱一袋，说是挺有名的嘛。然后那个我一批发就批发了，好像是50多袋吧。回来跟朋友们啥的分一分，大家都沾不沾嘛。嗯，荞麦大冷面，哎呦我的辣椒油萌啊，小伙伴跟我说，大眼你不爱吃炒菜，没看见吃炒菜，那菜也都是炒完的吗？炒完就是添点汤不是吗？那就是炒菜了。你所谓的炒菜是什么？就是哦，放点油啊，青菜放里，咵垫个个那种的，炒青菜。我们土豆、萝卜、白菜全叫青菜。嗯，什么神仙的味道？甜、酸、辣，特别特别香，尤其咬着咬着，嘎巴，咬个大芝麻，哎呀，眼泪拉出来。吃冷面可以不放那个鸡蛋、香菜和黄瓜。必须得放，有烧灵魂。就吃一张辣椒面。没谁了。一点点嘎，酸。小伙伴真的烤蒜贼好吃。软软糯糯的，还有一点点嚼劲。在外边烤牛排的时候，要不想吃我这么嫩的，你做来个10分20分都行，自己定，看自己喜欢啥样的。不行，打开看一眼，咬一口，不行，放回去。嗯，到嘴里。带点小料子儿，用吃埋上。
西虎头。超喜欢牛排，嗓子眼贼得劲儿。整个小辫儿吧，小伙伴儿，这个牛排说实在话啊，要我说，因为你们家是老下馆那伙儿的，是不是？尝尝，我吃有点小失望，因为我仔细一看，它上面写静烟，我就搜了一搜，我不太那啥。小伙伴要是看牛排的话，确实是原切，然后再看一看它有没有静烟，如果不是静烟的话，那种我买一买。今天就吃到这儿吧，感谢您的关注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